立委的面前，以及县长李朝卿手中接下当选证书，南投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李吉登，以及多位李干事的面上，拢是欢喜的笑容。因为即摆南投县的观光事业发展甲强强滚，互因的旅馆都无闲甲相当欢喜。会长理事长李吉登也头一个感谢立委的面前伫中央的大力协助。这个林立伟啊，在这个我们的委员会里面呢，观光委员会里面呢、啊，特别对我们南投县，不只是南投县，全国观光的一个预算呢、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有入，足支持的对啦。所以大概我老拄着赖局长拢甲我讲吼，哦，恁咧林委员每工年我拢讲咧托起托恁南投县的经费去做啥物，所以讲吼、哦，他是这个观光立委吼、哦，是当之无愧啦、啊。由南投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所举办的理事长以及李干事的就职典礼，会长县长李朝卿以及两位行政的立委都亲身出席参加，并感谢所有旅馆业者以及观光协会用心经营和配合，成功将南投县的观光事业带动起来。我们李前理事长领导了我们旅馆工会，这个带动的这么成功，一起和在座的各位刚才所介绍的十几个观光协会，我们一起在打拼我们南投县，就是这个变观光小龙山的。还尤其咱两岸开放观光之后啊，咱南投县的观光产业一片眼前看好所以咱就在旅馆内随着观光这人数的增加现在咱旅馆内这业主大家都笑眯眯的收入非常的可观呐，这都是咱政府这个政策方向决定是对的这次南投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特别举办理事长的就职典礼，除了是要加强县内旅馆以及观光协会的交流，也要借这个机会，由再度连任的理事长李吉登来宣告，南投县的观光事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全力协助下，不但发展了真好，而且也成功带动了县内其他各项的发展。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